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兴宇。今天的破空与自估呢，我们继续这个基本常情的这个讲座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在中国流中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形状啊，就是说黑棋当官守住啊，就是说哪怕你下中国流，人家也有可能从外面挂啊，这个呢当官啊守住，这样呢是容易出现的一个棋形啊，容易出现的一个棋形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就是说自己补一个也是有可能的啊，甚至于有时候呢，当然这边有子也是出现这种形状呢，也不奇怪啊，也不奇怪啊，就是说白棋在这一带飞一个，你这种迷你中国流它就守住啊，这个都是很多可能性呢出现这种形状。那么呢我们来看看啊，对于这个形状啊，白棋来破黑棋空的这个下法啊，这个破空的要点呢也是很容易找到啊，肯定呢白棋是打入啊，打入啊，这个是比较直接了当啊的来，就是说来破你的空啊，破你的空。当然在以前我们也前面的讲座中我们也提到过这个点啊和靠啊这样的下法，这个当然是有点这个适应手的味道。那么打入直接明了的破空啊，这个呢也是可行的一个下法啊，下法。那么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这个双方的应对啊，上面的面对这个打入啊，这个黑棋最容易啊最先想到的一个招法呢，当然就是压住啊，看上去呢也是最凶啊，也是最凶。不过呢这个下法呢凶是凶，但是呢实际上呢效果呢并不是太好啊，并不是太好。这个白棋应对起来呢应该来说是比较轻松的，比较轻松的。那么白棋的这个正确的下法呢就是简单的啊，藏，哎，藏在这里，就简单的藏，寻求这个坐火啊，坐火。不要这个着急的想着去挖这个啊，有时候很多情况下呢是挖，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呢不适宜。不说黑棋有这样的反击手段啊，因为这里啊有个子啊，这里有个子，即使黑棋打住退以后啊，这个地方呢白棋这不冲也有呢这个自己赚气的嫌疑啊，也有自己这个赚气的嫌疑，这个所以呢这个棋不要呢去挖这个，就简单的藏一个啊，藏一个。如果黑棋粘上，那么白棋呢就继续顶，这个活起来呢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你挡呢他就搬啊，你没法连搬，这个你推我就爬，这个活起来呢是比较轻松啊，比较轻松。正常情况下呢白棋是可以满意的啊，这个方向肯定是有子啊，因为就是说不会空的就去打入啊，可能白棋有子，当然黑棋有子呢也是有可能，看情况啊，除非是黑棋配合很好，黑棋当然是可以也可以考虑这样选择啊。那么黑棋不想让白棋搬的话呢退啊是可以啊，这样呢白棋搬了黑棋就能够挡住了。不过呢这不退呢本身呢也是松着气的啊，就是说松了这个白棋呢这一口气啊，那么你松了它一口气以后呢，这个地方白棋的这个步伐就可以迈的呢比较远，
它可以呢，哎，大飞到这里来。这个破空呢，就显然呢是破得比较彻底了啊！你这里分不断人家，是吧？嗯，这样本来这样的下法，由于这里是松着气啊，松着气这个叫吃呢没有用，没有用啊，就靠不断的，靠不断。那么如果说啊，只能靠在这边的话啊，或者说是顶住的话，啊、那么这个白棋呢？就简单的退一个啊，嗯，你要是这个就靠我也是退啊，你要是顶住呢，我就顺势搬一下，你要退呢，又松了一气啊，那不管你走哪个，反正就是说白棋这里呢，到时候再搬了立或者搬了虎，都呢可以这个轻松的做活啊，做活以后呢，黑棋这个外面还不是太厚。这样来说呢，白棋当然是可以非常呢可以满意啊，可以满意。这个白棋满意，黑棋呢那自然就会啊有点问题。那么白棋长的时候呢，黑棋当然啊你也不能挡，挡这个直接就被搬出去了啊，打穿了。那么这时候如果你退，你退的话呢，就比较松啊。这个地方我当然不会去轻易的这个转这口气啊。那么呢，这时候呢，白棋依然可以呢飞到这里来，啊，依然可以飞到这里。虽然你现在是能靠，但是呢，靠这个的话呢，这个就是说，吃两个子是不行的啊。因为这边呢要被人家呢冲出来啊，这个防守不住，防守不住。你先冲断啊，这个效果也是一样啊，先冲断呢它就唬住啊，这个是一样的。反正你总是抵挡不住呢，这一冲啊，这一冲，这个黑棋呢是不行。那么黑棋啊再来靠的话呢，那么白棋这时候呢可以冲，再来冲啊，冲了呢贴住啊，这个是局部的这个也可以说是比较好的下法吧啊，比较好的下法。这个白棋啊，黑棋呢还是比较难办啊，比较难办。白棋可以轻松的做活，当然如果你简明一点啊，就退这个也行，退的这个尖一个啊，这样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活了啊！你挡住呢，这时候再冲了贴也行啊，就这样呢，也是可以啊，活的还是比较大啊。这个这样不好啊，这是吧？这样活啊，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看上去啊。这个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凶的这个压啊，但是待白棋简单的藏了以后啊，再往里面一飞，这个呢黑棋呢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啊。所以说呢，靠一个一般来说呢，在这个局面下呢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那么黑棋面对这个白棋这个打入啊，这个最多啊最常见的应法呢，就是说小尖来封锁这个白棋。那么白棋在这里呢看上去是有一些危险啊，有一些危险，但是呢这个白棋呢也有啊这个自顾的好办法啊，也有自顾的这个好办法。但是呢一定大家要注意啊，在这个地方的行棋的这个次序啊，次序是很重要的啊。那么白棋正确的次序呢，第一步是点这个
点这个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黑棋的这个印法。黑棋呢，现在点，由于外面啊这个掌石没有走中啊，这个呢不惧怕呢黑棋挡下来。黑棋挡下来分段你啊，这个白棋不怕，不过不怕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行棋的这个方法啊。挡下来千万不能随手去搬，这时候啊，因为搬的话，这个棋呢，黑棋啊，就是说，他现在不会搬这个了啊，他会呢夹住你，这样你虎的话呢，他。因为这个地方被人家冲到一下以后啊，在局部这个作野就变得比较困难，就比较困难，这个棋啊等于就是说是处于一个没有活的状态啊，因为你再顶呢它就尖，是吧，即使你尖到这一下啊，这个局部呢还是没有活，它可以帮助啊，它可以帮助，就算你搬一下也没用，他就反正铺这个就行。这样呢是白棋呢是一个失败的变化。那么白棋啊，这个正确的次序呢，就是说白棋是当黑棋挡的时候，白棋不要随手去搬，白棋正确的是先冲啊，冲一下呢给对方呢制造一些这个断点啊，如果你单打呢，它可能粘上呢，这外面呢就少了一个断点。正确的下法是先冲，挡住，然后呢再拐，啊，这样呢白棋就转而呢活到这个角上去了啊，角上去了。黑棋只有粘啊，所以不能走这边，走这边因为。这个被一打啊，虽然我不能挡在这，但是呢我就挡在这啊，这个你跑起来就我就藏在外面还有味道，这个即使爬二路爬多了吃了啊也是亏损的啊，何况这边万一对方呢还有子的话，这个就会毛病更多，所以呢黑棋只有粘。那么白棋这时候呢再来搬粘啊，这个是一个比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的这个次序，粘上啊，白棋在做活啊，搬粘做活也可以啊，单虎一个啊，就是说呢做活呢也是可以的啊，你就这个要根据情况啊，看看对方这个子有用还是这个啊，这样的话呢白棋通过打入这个破空啊，就是说呢成功的在角上呢活了一块，同时呢这个外围啊就是说呢还留有一个这个断点啊，还留有一个断的味道，这样呢应该来说是白棋这个是比较成功的啊，成功的这个子啊还有一些怪味道，因为这里以后啊这个加完以后还有冲出来啊种种的这个借用，你搬了它顺手一搬啊，这个种种借用，这个白棋呢是可以说是成功的，黑棋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黑棋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呢这个冲肯定是冲得着，不要担心它加这个呢你就藏出来啊，先断一下也行，单拐呢也行，这个的话黑棋这个即使守住了这个空呢也呢比较的小啊，比较的小啊，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味道啊，这个可能还得接着补啊，是吧，这样呢说才是一个呢先点才是一个正确的次序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如果他挡这个呢，那么呢白棋可以冲了拐啊，这个变化呢应该是黑棋白棋不错的，所以黑棋正确的下法呢应该是粘上啊，粘上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呢白棋啊要非常注意这个行棋的次序啊，
如果你不先点啊，稍微次序错一下呢，那么呢就会产生呢其他的变化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说了，黑棋正确的是粘上。这个地方最容易犯错的就是说，他不先点，他先冲，有时候，那你先冲了以后再点呢，这样呢，黑棋啊，他就会呢，有可能呢，挡在这里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他把你吃掉以后，你这个呢，就明显变成一个损的招法啊，所以说呢，这个棋，我们说的要呢，先点这个。先点粘上啊，为什么要粘上？我们刚才也说了啊。那么呢，白棋再爬回来，黑棋呢，这时候呢，当然是要呢，这个拐住这个角啊，拐住这个角，是吧？再不走，被白棋这一爬，活的就比较轻松了。那白棋这时候呢也不太肯走这个啊，爬这个当然也可以活脚，但是呢黑棋拐啊，和刚才相比，由于这个少冲了一下，外面的味道呢白白的少了个段，这样的话呢也是活棋，但是呢似乎呢就不是那么满意了啊，就不是那么满意了啊。这样和冲一下相比啊，这里这个断点没，这个断点几乎是黑棋根本不用害怕的啊，这个白棋呢略有不满啊，所以白棋呢它不会爬在这里啊，它可以呢现在可以爬在这边啊，爬在这边。那么黑棋要做活呢，当然就是拐住啊，拐住，就是拐住啊。拐住的时候呢，白棋这时候啊，也注意次序。这个时候白棋正确的下法呢是，这时候可以冲了啊，注意先，现在可以冲，把这里脚上都走着了以后可以冲，黑棋势必呢要帮助，然后白棋拖啊，这个是比较显而易见的这个手段，黑棋当然不能内扳啊，那么只能从外面扳住啊，不能外面扳，然后白棋再退啊，白棋再退，黑棋在外面补一手粘上啊，粘上，注意这个棋别随手去虎啊，随手去虎的话，这个被白棋就扳出来啊，那么呢就粘上。很显然，先让白棋呢，就是说，已经啊，就是说是一个明显的这个活形啊。但活的时候呢，白棋也需要注意啊，需要注意。这个白棋啊，正确的活棋方法呢，是虎一个，就老老实实虎一个啊。这样呢，白棋呢，就可以说是告一段落。啊，这个就是说白棋呢成功的做活了啊，当然了黑棋呢也把自己外围走的都很厚啊，都很厚，因为里面呢本来呢就有棋啊，让它活一点呢就是说呢算了，这个呢应该来说是双方啊可以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这个变化啊，都可以接受的，但是从这个破空的角度上来说呢啊，白棋呢当然还是成功的啊，成功的。在这个虎做活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第一先不要去走这个熟手啊，有的有的说为了活得干净啊，其实呢这个等于做出了三个眼，没有必要啊，这个以后呢你不交换这两个呢，保留有可能呢搬出来的这一些变化啊。黑棋顶的话呢你就算跟着硬，那它的目数是亏的，是吧？这样这个地方呢黑棋的这个目数，这两个交换厚是厚了一些，但是呢目数是亏的啊。那黑棋如果来搬粘的时候呢，那白棋再顶也来得及啊，就再顶一个，这个呢也来得及。
是吧？你先顶呢，它当然也就不会呢去搬粘，所以呢，这个先顶是熟手啊，先顶是熟手。还有可能更大的疑问啊，就是说，会问的就是说，哎，我能不能活得效率高一点？好多呢，就是说，哎，我这就说，我搬了，虎在这活啊，不好像也是活棋吗？好像也是活棋吗？那我这样不是效率更高吗？啊，其实呢，这个不然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棋啊，会呢，就是说有比较大的问题啊，因为黑棋这个点了以后。本身不说它这个外面顶变成线，但点了力以后啊，这个棋啊，这个白棋活的有问题啊，有问题啊，你不能搬，搬了呢，这样不是太好啊。你这好像是活了，但是这个样实际上呢，它可以粘上，你被进杀了啊。注意，你大概活呢，可能还只能单粘，那么以后它一吃是吧，你还得缩回去，他一提呢，你等于还是得缩回去，这样呢本身目数啊也一点都不便宜，所以这个单虎活啊是正确的下法啊，是正确的下法。那么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变化啊，这个变化是基本性的，那么就说也就是说，哎，当你点的时候，那么黑棋挡在里面呢，那你爬啊，白棋还是要爬回去，那我就不粘了啊，是吧？我好像可以多种选择，但是呢，其实呢，你这个不粘了也呢没什么棋好下。其实就反过来说，现在粘还是本手。如果好像说藏一个对白棋威胁大，但是呢，其实自己反而毛病呢更加的多啊。这个白棋可以呢冲断啊。找到一些借用，由于这个打了要冲出来啊，你得补啊，如果你退着补呢，那么自然而然的顺手呢一搬粘啊，就变成了什么先手啊，先手还且不说我有可能力啊跟你转换啊这一类的，或者说是搬了力啊，这个一些的变化，我就算老老实实的啊搬粘，你要补吧，他就算一个一个呢小尖，这样呢也是轻松的活棋啊，而且活棋的同时外围还可以给你什么呢，制造不少的麻烦啊，制造不少的麻烦。这个黑棋呢一点呢也不便宜啊，一点也不便宜。如果不缠小尖啊，说小尖这个其实呢也是一样的，大同小异，和刚才那个图呢是大同小异，白棋依然可以冲，你还是要挡啊，它还是可以呢拖了退啊，这个脚上本来就不好杀啊，外围呢这个断的毛病啊依然是存在的啊，如果你走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是差不多，你这个子还不如呢在这里，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点了爬回去呢这个变化呢还是这样呢才是正常的啊，正常的。不管怎么说呢可以至少可以证明白棋这个打入啊，打入以后这个破空的这个招法呢是完全呢成立的啊，成立的。黑棋选择小尖呢是双方呢一个最常见的下法啊，那么就是白棋破了黑棋的实地，但是黑棋呢在外围呢走的也都很厚，是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啊。但在这里呢注意，白黑棋啊还有一种下法啊，还有一种呢以退为进的下法，那么这个下法呢就是黑棋跳。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有点委屈啊，看上去好像是有点委屈，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以退为进啊，因为你本身你尖的话呢白棋是活棋啊，那我干脆呢就收了你的根啊，收了你的根不让你活，同时呢这个跳毕竟呢
还是保护了啊这个脚上的这个木梳啊木梳。那你跑的时候呢，我再顺势呢追击。由于你是孤骑啊，总是呢欠了战的啊，欠了战的，那么黑骑的这个下法也是可以考虑啊。别说看上去好像哎，人家一打入我就缩进去了，但是呢再根据情况呢，这个黑骑的这个跳的下法啊，也是以进为退的一个好的方法啊。对此呢，白骑呢需要注意啊，首先啊要根据情况来看，不要盲目的去逃跑。有时候盲目的逃跑呢，当然不怕攻击或者外围有接应是可以，但是呢如果是跑跑又被遭到对方攻击有点苦的话呢，这个就有点反而呢上了黑棋的当啊。这个时候呢白棋其实呢可以从轻处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思路啊给灵活起来啊。就是我既然已经交换了一下，局部来说呢可以说呢也稍微占了一点点便宜啊，也占了一点点便宜。那么这个暂时呢不跑呢也呢就可以了。因为你不跑的话，以后黑棋一小尖啊，虽然是把你吃掉了，但是实际上呢你还是呢已经便宜了。等于是这样啊，黑棋这个棋他自己补一手围城控啊，当然你也只能是算作黑棋的目数，因为他自己补一手也就算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获得了这个和这个的便宜，等于在这里留下了啊外围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借用。白棋呢可以说呢就是说呢是完全呢可以接受的啊。他压住吃呢也是类似啊一样，白棋还是有些至少有帮打啊，有一些这个借用，整体来说呢还是呢这个是可以呢算作便宜了啊。所以当对方跳这个的时候，白棋要根据情况，不要匆匆忙忙的啊就去跑出来，那样的话呢有可能反而呢被对方啊攻击得很惨啊，攻击得很惨啊。这个就是说白方跑的时候稍微注意啊，不走了就可以了。只是虽然只是寥寥的啊两手棋的交换，但是白棋呢可以说呢已经呢也达到了这个便宜啊破空的或者这个目的啊目的。那么通过一些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面对这样的棋形，即使啊白棋这里没有子，你呢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打入人家啊。这个黑棋是没有方法吃掉这颗白子的啊，即使吃掉可能也不见得便宜。那么黑棋的应对呢主要是两种啊，一种啊就是老老实实的跳，把自己呢守住啊，以退为进，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小尖啊，白棋注意这个行棋的次序，我们再给大家摆一遍。这样呢也是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这个下法啊，双方可以接受的下法。白棋破空取得了这个实地，但是黑棋外围呢也走得非常的厚啊，非常的厚。然后呢黑棋当然还是先手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好坏得失要根据全局的这个情况是判断，但是局部的具体招法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唯一记住的就是啊这里行棋的次序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要先点完再冲这个，不要呢先冲了再点，那样呢就会出现一些明显的这个变故啊。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